坤大运通，刚开始向无极阳以前三十公里前大运通，再极空，三极空，坤大运通，再极空，三极空。恭请部前人慈悲，前大运通，坤大运通，请坐下。开始了吗？前人晚安。时间都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打一个会，要给我们买一个六分金哈，六分金跟金钱，供到这里给高公的哈，这里护法品哈，护法品，这护法品是哪种产业哈？以文解义的一个，这里叫火器，这是净化。因为进入哪个火气，进入哪个市场嘛吼，啊，因为我们的胸腔，要不给进入，啊，不合理，所以人一贯都，啊，为这个在那边做，去在做，比较穿行的，所以呢，可能孙叔伯，伊人也去在做，跟我做，也在做孙叔伯。跟小孩子慢慢，所以这个祖国我非常分配啊，叔叔给我分心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在讲非常分配，而且我们的时间，那就当必须的胜利心法，啊，把胜利集团，哇，所以呢，肯定啊，一下，哎，我们进行刷了这个地方，啊，咱大家。人好啊！啊，共同随着同胞人变好。四啊，四干法。四干法。惊啥想得解闻？惊啥想得解闻？欲必会得。欲必会得。必须得想实定。必须得想实定。欲不因想定。欲不因因想。解脱者。以得解脱者。以之有也，以之有也。以心书所说，所说法如何？以心书所说法如何？书法，书法。多由心我，多由心我。却在这，这样。却在。经文，经文。若言如来，若言如来，若遮若妄。若言如来若遮若妄，是人行是行邪道，是人行邪道是人。何故？何故？无将无所将来，无所将来，亦无所去，亦无所去。无心无灭，无心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相，是如来清净相，亦无所去。也无所，诸诸法空寂，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者，是如来清净者，究竟无相，究竟无相，虚空皆遮也，虚空遮也。第二只部位呢，啊，是咱啊，反映用的细干哈，当然。世界就是在当时五十天内底当中，啊，你做一个，哦，给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哎，哪个讲起来，是内底一个传言啦，吼，应该是安尼讲。那当时这个五十天，伫做位的时阵，来请到这个，啊，请到了上上甲。这个是一个
书，啊，给咱这慧严大师，啊，有伊伫咱个迄个啊圣诞。那当然，伊个用书啊，啊，一直咧推荐着南方慧严、请慧严来咱哦，这个做家乡。但是咧当中咧，因为哦，这个也做时间咧，哦，请着时间这个人吼，有请这地方边一直讲这物件吼，啊，时间关，伊讲因为当然这个时间就开始咧问嘛吼，就开始咧问，惊啥啥结界文，欲得回到必须做详细经啦吼。伊讲在咱个京都个内底当中啦吼，所有个即个上书大结，吼上结感情叫做上书大结啦吼。因大家来讲啦吼，甲另外讲，欲得回到必须做详细经啦。讲若要得到道啦吼，要得到迄个见性、修理心传啦吼，一定要爱哪呢？爱坐相，必须就是讲一定爱坐相修行。修就是讲学习迄个定，但是讲起来讲爱坐相就对啦吼。相定相定，较早咱就妈妈讲，迄个相当然伫印度内底人讲叫做相，定是咧中国伊一个语言吼，所以定也就是相，相也就是定，所以叫做相定啦吼。啊，内相外定，啊是啊，叫做相定。虽然讲相定两句话啦，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咧讲啦，咧讲在咱个内心世界里底当中，一定爱如如。你个是袂使，袂使有起心动念，啊袂使起心动念。哦，这个意思是安尼。来讲进步前中，咱所了解，因为所有进步到上个底当中。尤其呐，修禅宗的啦吼，修禅宗的啦，应该呢大部分拢会啊，要做禅哦，拢会以禅的哦，比如当中啊，比如咖喱啦，咖喱上经啦，咖喱哦，咖喱咖喱哦，这个礼佛啦吼，当然上经礼佛真是一个好代志，因为上经嘛是要接触到咱这个目标，唔通讲生啦吼。啊，叫你做相，就是讲叫你啊，迄、那个心哦，袂使外走，相定定啊，哦，安尼对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大家因为过去就来传了了后，必须伫这个高雄的地方讲的，讲话进这个社会啦吼、哦，有离乎高中到离乎高中，对做相来地当中应该大家捌听。不听到造像，造像有句话，咱来讲非常快的境界，就是你差不多会成佛，哦，造成成佛的境界，拢差不多这个概念。啊，其实咱也知影，离佛道上迄个造像，只不过是一种的功夫，一种的功夫。啊，讲咱今日这个心，咱的内心世界，这个心安住袂好势，袂好势啦，想无想啦。但是咱修法清净，修法正常者，安尼啦吼，啊无咱个心尊也袂调，安袂住，啊所以那你现在当中呢，叫做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。但是因为大家畏惧，大家爱家己教，但是毕竟大家如果做上实践，啊咱是变成明心见性，一直咧接触这物件，啊一个咧是助我好友。一四十两点钟，啊，诸佛保佑，一四个四十，一讲就坐八点钟去。啊，你甲讲，讲坐到七分到三头的，吼，坐到，吼，啥物拢无要烧啦，啥物拢无要去动啊。其实变成叫做哪，叫做急，急啦吼，急上紧啦吼。所以像咱过去咱常讲的，妈祖上书甲怀仁上书，啊，妈祖上书伊就是这个路线，伊就开始要坐。啊，坐到一半啊，插头，啊，坐住好无？坐八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就八点钟了吼。但是坐到后尾，有时候，
伊就伊伊到报伊个相啊，伊就直接看一个猴子，看到怪怪，哭哩哭哩哭哩。哦，那边呢，我做神父，我就不去啊。哎，那个我做神父啊，啊，伊人都还有神父啊，啊你，我对起头就说，我是要去做兵哦，咱就可以讲做兵。你也跟他讲，我妈妈神父也讲，笑头，我这在那做兵，开玩笑。所以这是个方案，这个引导，哦，这个妈祖上出来的国情。妈祖是发扬些普马山观这个来当做个，啊，所以伊就是透过这个来发扬些，啊，为伊做些就当社会，伊做社会就当社会，哦，这部分就是发扬些，啊，这个是看那是，是看那是地基理想，那个是，所以那个后边还有个来。无车无粮，是要讲无来，要讲无车，这个问题才造出来。你内底有一个孤独，你孤独独，哦，诶，迄个诶，自责。你人做出侪，啊，一个心都学袂合。啊，你惊，你惊一只无车米啊，一只牛学袂从。你无讲，你无把一只牛牵住我好，啊，你惊怎？哦，过只无车，啊，你无对你心性，对你本性有功夫。啊！你今天伫个当中，大家的时阵啊，你换这个马车，啊，你当中，我讲个，哦，伊个人马做享受啦吼，马是一个叫定，他们开门，哦，他们一个花的上，所以呢，啊，做兵，礼先享受，礼做享受，享先做，所以不管这个所在就是用那个花的啦，跟花的做享受。哦，你，你就是讲在想用，你就在接想，你就在引用，我把这想就不要成分，那把这想来成分，这打算的成分，嗯，那前面呢，那种理由都变大，当起来呢，啊，这一颗茶呢，因为咱的心，咱内的，一个内底，哪有那么些咱的自己的本性，有那么多钱？你多少钱解掉？你没想清楚。伊就是变出一颗茶叶，他多少解掉？啊，伊个伊就是一个人讲阿姐，阿姐这个讲，当然多少就是要咱的意思讲，哇，一条决心，阿谁愈解梦想心愈深啦吼，阿愈解谁愈解苦，阿意思就是讲解，那是因为咧在调心，唔是咧调心，调心啊，心灵。是调心不调心啊，啊反不行啊，是调心不调心啊，哦，这个不理想讲哦，所以你想你就惊啥？想得开门啊，我跟你讲啊哦，你哪会吼得着多啦？为着讲要建设，必须做详细的，做详细就是学习，因为你爱做这些定啊吼，你不行想真假。哦，若不因，若不因上天，你的该做啥治疗？刚才是讲的，一切讲的就是啦，就是因为咱这个世界讲，如果你哪无借上天来该做，无迄个来去变变成啥？无迄个努力，那一定爱借上天变变成啥？哦，这个就是讲，咱大家讲，当然啦吼，因为。那咱过去，特别学大乘佛的这当中啦吼，也是咱嚟讲，也是叫，但正式大乘佛或者学习的这内容啊，了解，因为一切物件拢是切，诸心是诸如，唔是因为你多用着你的妄想，啊起来切，就产生什么人呢？产生妄想，啊妄想叫资料，啊灵魂叫思想，啊对境心不起。阿婆的调，哦，这个呢，阿婆给你造反了。我那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借钱的方法。两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我都有一个医疗，啊，一年能借钱干几方法？这三个是什么方法？两个嘛是，就一个嘛是一个医疗嘛。连贯必思想，啊，我就是照着这个当中的观点，我因为我的心安住没好事。
我的心控制不好势，啊，我就是照着这个因缘，哦，照着这个方法，用力量嘛，用方法嘛，这个方法嘛，就开始这个心机。我有一个这个方法，啊，这个心机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先讲，自信的力量，不是乎你外国，他从你的上进的地位，分别出现，不是这个物件，那个物件就叫做这个。哦，迄叫做善意，哦，迄唔是叫做善，迄唔叫做，迄唔叫做无畏。对境心不起，我都已经靠我的心未起心动念啊，阿婆的念叫。但是咱要怎样？咱迄个心，你咧处理代心心，处理代志嘛是心，好代志嘛是这个心咧处理，歹代志嘛这个心咧处理。唔是一个心完全拢无未处理一个物件，连贯连贯思想，啊，那断掉思想会断掉，就变成啊，思想会断掉，就变成是思想。啊，无思想的，咱第一天往前变，哦，咱变到成分变，咱无分变，唔是无分变嘞，咱是无分变，无思想就无就无分变啊，啊，无分变到成分变，哦，啊，那无思想就无分变啊，咱是。啊，若无分别，自己爱打，咱无分别，敢是？迄个无分别。但是众生无分别，啊，不得相，不是无分别来看。连观是无分别的啊。啊，那咱是叫断别的啊。哦，对。那说慧能讲，慧能无起用，我无心起用，我不断的思想，对定心所念，我不断，迄叫做哪？咱过去看到我们这个连锁，诶，连环连锁，对应心锁，哦，这个锁，连锁，连锁苦名，安那，安那满墙那里，啊，连锁连的这个魔相，锁的是那个哪，哦，连相，连的是那个魔相，啊，锁是那个连相，啊，有连锁有连相到魔相了，后边你第三步会变成。众生相，咁样咧，啊，众生相后边有得咩？叫做善加相。啊，那安尼当中咧，因咧看到魔轮，好、哦，伊用个连锁里底当中有即类某种思想，阿边呐，阿边见着如来诶，迄个思，迄个一切，迄如来思想无可能，做达做不不断不断的思想，哦，对境心所以不断不断。不当伊都无去啊，当一点点来了解。啊，咱自身都要照当伊，照思想当伊，照思想无去，一个变成啊，一个变成死啊。啊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修道变成啊，变成个是修法啥，道路的简单，你要怎样？所以用这句话，上解重要。咱要修道，因为靠这上进，哦，上出大进来。你若无了解，那个思想的道理，变成的道理，拢是真不正的。啊，这个投资对起，一忙引众忙，啊，相对多。那所以第二个投资会变起啊。哦，按照这个哦，无讲的，无大家都开始对对这个改变。所以呢，一个，这一个吉祥，这个吉祥，那个肉运吉祥，一个国家，一个信仰，无一个代志。咱看完了吼，他们的代志，无迄个代志。咱公司咱看了做袂，哦，看了做袂，伊有只伊有只咧坐相，伊叫做生化相。另外，迄两个领导也是，天下相、做下相、以莫动静之安的，哦，是叫做相。迄个相，我例如讲，我伫一切思想内底当中。我把一切一切塑造，我无信心，我无自信，安尼叫做如何？我伫一切塑造内底当中，我拢承认的，我无无分别。我看到物件是拢平等性、众生，甲一众生拢平等的物件。你看意见，我平等，安尼叫做相。就出来讲，哦，我看到有情法、有情法、无情法，啊，是一个有情法、有情的众生，甲无情。好、哦，一支笔开到
哦，迄种波单，一日我离迄、那个，离迄中央代表前底边看一日波单，一日我开车看，有笑。迄日波单，叫开起来当中，有笑的，规个，迄个波单开起来，稍微一两片人，人唔那多，但是伊好向住咱这边来，咱来去看，啊，就一日一日波单。但是你若用着你的自信去看，一日波单。那些无单，因为这类无单，因为伊咧演无情化的话，无情化的话，啊，你都看袂到，因为你都要静得开个心，你甲伊袂对起，啊，袂对起，你甲看嘛是一滴灰。但是咱上天咧，替咱看就是了嘛，郁郁王花何时破了？青青翠竹西村，西村不染。郁郁王花，看到我，不过就是伊咧显着心灵啊，显着地缘。你甲看，你对迄个一笑一笑话的人，一笑话的吼，迄个会叫你个看，你愈看，你会感觉他像向你会笑，你伊咧向你会笑，啊，你嘛咧笑向伊笑，你愈看，你感觉愈加有兴趣。咱有时间，咱有时间，拿钱让你发到这个物件，你朝咱个目标，你甲看，几秒钟啊，几分钟啊？你就看到物件，你看到物件，因为那你静下来，伊迄个物件，当然去看看，你看就麻烦点。一方面就是哪，爱会就是叫嘛，哦，爱会就是会嘛。你有分别就是安尼嘛。如果你有分别，那肯定心心地心分别，边顶来底当喜欢边顶如何啊？你吃这物件看，一天一天同款的世界，安落边顶无？边顶就是这物件嘛。所以你们一定要了解，哦，这一串的物件，一串的物件是一定要坚定的物件。一串解脱就是圆满嘛，这解脱该说的呢，礼佛告诉叫涅槃嘛，不生不灭嘛。礼佛告诉你那个，你那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它是平等嘛。啊，平等当然它圆满嘛，因为佛方面要坚定。啊，但是因你解想。你会感觉解脱平等吗？其实你愈执想，愈执这物件，伊会叫哪？自我矛盾相反的。好，你只做了一块，其他拢无哪物件。但是有一日，你若无咧做，你来哪？你就必先提前断念。所以，迄、那个想的定义，那么难讲。无论你面对着环境。你对这个条，你拢无一切所想的有益，你无表象的物件来考察。哦，你看的世界拢是美好的，你看到的世界拢是平等，你看到的世界拢是清净，你看到的世界拢是无量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解脱。哦，不是一家拢无烦那个解脱，未知有诶。伊个讲，若无安尼做，你做你看到，叫做叫做无人。工业是无解决，那就解决。那寿平呢？爱水，好不讲。李信书说法如何？哦，这个话呢，就是因为咱时间继续在那寿平，因为你那个家乡上天，因着时间在解决，啊，因着时间看法，啊，足济人，人去在了解，人去了解，但是个当中，都一定要解决。大会当得解脱，那我之前就觉得我就解脱，但是大师你看是安怎？哦，这个就是安尼问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多有心哦，气在这样。你讲多有心哦，那个想是一种伊的功夫，你这个想比你心无清净，那个心有清净。迄、那个心有力量，迄、那个心有智慧，哪会讲？啊，心无智慧，要怎讲？啊，咱个心若无智慧，咱个心若无智慧，人三外口要摕物件，伊要互你家己要去成就，够可能？因为心个物件，人欲上清净，啊，天地是世界归。啊，心个物件，就是代表一切个。所以华严经，华严经讲。三百是有心生的，阿万万是有心的，阿哪咧当中心就无有心，
但是因为生活的也是安那咱个，确实安那咱个，因为就是咱无避免其他个，今日是安那只话，是因为今日无甲拍到，无甲拍到那话，啊你今日来甲拍到伊只话，问题就是说啥，现在你无地位，是因为你无开悟，你当以前就是卖卖嘛，哦，卖物啊。贪嗔痴爱嗔痴爱喜喜怒哀乐爱乐欲，啊！而且你明天相信的意见，哦，我你四个方法是贪嗔痴慢，哦，我们而且消解解除解解解除解，那些不是明天，啊！那安尼你解的明天，那是偏解的明天，那安尼你理解什么了么？哦，所以讲不怕用不正的来讲，你爱是正解，啊，是就是只要心爱是念正。一切的心变作不阿弥心，心变作无不阿弥心。但是，啊，既然对心用功夫，佛陀来讲，你来来做来，我说都有心通。那因为是按照咱今日动这个心，那是做众生，那做众生，因为就是因为你这个心比如无够，去有声色，去有一地性来引导。所以我想讲，啥人人在帮我修有力？哦，心是按怎无按照你的心在行？心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邪心，有一个叫做正心。哦，但是邪心叫正心叫邪心不在行，正心叫啊正心，那个正心叫做啦，正心叫做地位嘛，叫地位嘛。下心呢，就是地心，按公爷讲的嘛。这个下，我才开始叫天嘛、啊。天不净，净心，就是讲地地位。哦，人知啊，不管啊，只要心你知，你会行佛的佛的清净，佛的清净嘛。啊，我的心情更无量，你就是爱无量，但是无难闯嘛。但那些心情啊，本来无本，那些物件处处要紧啊。因为问题，你对人说，问题有心好的，但是你的心已经偏去了，就是咱在讲，下心你地下，下起来，你这无力量，地无力量。所以咱叫哪样行？咱叫实行的行。那个实行的行，上小的人歹修，上小的人歹修。咱像那个妄心妄见的，是鬼是鬼的，但是咱把它是鬼。但是咱咱是是鬼的，但是咱弄这个物件，咱弄修未光的，真的修未光的。啊！你修的功夫是当然功夫不够呢。你喜欢造说吼，啊修得到的吼，都安尼别个人计较，别个人比较吼。你这老师呢，一直现代呢，这么水，他现代呢。嗯。哦，那为什么老师吼，咱家讲的讲不好呢？讲不我是一个，意思我是好，我做到我是一个小的，是一个高，嘿，高这种分数。很早是干嘛的？很早是别的吼，很早修什么了？一直老师，一心供老师啊，干不起来那样。所以人伊哩，伊打迄个心，啊，打到这个心，不是我，伊不是我心哦，伊是他专地哦。啊，为什么？咱大家，大家大概时阵啊，心大，啊，无你怎会头壳痛啊？我做老师干不起来那样。搞不了就是嘛，啊，伊哩伊个人是故意的。阿嘛做善良诶，人伊本来纯净，人伊本来善良，我爱本来做好人，毋是伊无因，无地无地位，无识别，无地位，伊变做心大咯。但是伊就是地位，所以因伊诶资质就是，伊诶资质就是哪，伊无巧，不是巧啊，不是看，投机取巧的巧，不是投机取巧的巧。所以你在这代志，我是
作成が、あなたも一時的使用不可、あ、一般的に知ってるか。あ、それで、一般的に、社会的に、对心、感謝心。一个，咱的时阵啊，迄个，咱这俩就跟着说吧，都有心哦，心怎么样？再不起来，再，迄只，迄只牛车就对，迄只牛来有功夫，唔是对这只，这只牛车来有功夫，咱就是对对心的这个心来有功夫，咱唔是对这个八戒来有功夫，干功夫。所以呢，一下英文，哦，这个英文就是跟我们的第十八文，然后，哦，这个佛陀，你这个跟我们的第十八文叫做威仪即正文啊，威仪即正文，哦，即正哈，伊来这讲如来，哦，说话的若有人言如来，哦，如来，若遮。就讲，即、这个啊，欲言如来就做就讲是是人天下多啦，哦。伊讲，即、这个经文就是依于二十九分内底当中，因为二十九分内底当中内容，如来，伊讲如来就是讲释迦如来啦吼，你讲他是有咱咧文化啦吼，如来欲来欲去。这个状况啦，哦，是因不该我是说伊啦，如来者，无伊将来如何去释迦牟尼佛啦，应该是金刚经十九分来，咱不得咱来作为的啊，照着金刚经十九分来咧分析方面啦，咱就对啦，吼、哦。伊讲经典有一句做比喻啦，伊讲欲言啊，欲有言言，因为伊是叫啥欲言尔啦，应该真不是。若有人言啦吼，如来若做若无，是人言邪道啦。哦，可是如来哦是若言，即个都啊，即、这个有来有做有无，哦是人邪道，这是一个无正确的物件啦。伊是如来的物件，伊即个如来就是讲如来伊本身即个肉体。伊咧如来是咧讲如来是咧发心，这点咱就应该要注意一下吼。哦，这个天有做呀，哦，伊那安尼当中都有心哦，天太有咱用做咧，用济啦。但是经文就是以金刚经二十九分叫为基金分来讲，讲就有经言有人咧讲，如来就是如来就是欲做欲摸。哦，有日有来有做有无是人亲戚的，不知我所说，因为伊这个人就是无了解我所讲的实上的道理啊！吼、哦，何况无将来是无去，伊无将来是无去，伊是四个名字来，这段是因为伊照着达做观经照着金刚经的一段话，这段话完全无照伊专门讲的啊！啊，讲到这个所在啦。就咧，比如讲，如来无上来，亦无义气，是无名如来。干呐讲起来，来来去去，就参照金刚经的这个高诶地高温，跟一上无上温。哦，伊咧讲阿罗汉，苏陀洹、苏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哦，啊，因为第一，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，哦，阿不凡个，啊，第一个跟第二个。无所不来，啊！第二个不烦恼，啊！第四大阿罗汉，啊！第一个入流色明净，不入色相就变超凡。啊！入流了后，就一个来个，一个个无所不来，伊讲无有前来到不来。啊！第三个不烦恼，不烦，无有一个无来，无一个来，安尼对。迄个自性的奥当中。就是讲，伊来去自无，唔必想咱谈这个八体，咱谈这个有这个自性，谈这个八体的这个当中，就变成啦，就变成有来有去的物件。但是你无谈这个八体来这当中，伊来去自无，哦，那过去，
靠一个迄、那个，靠一个过节什么相书啊？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迄有一个相书啦，吼、哦，讲伊当时咧坐相的时阵啦，吼、哦，讲的时阵啦，坐到我出相啦，啊，出相了了后，当中伊个徒弟，他动作吼，即、這个个运输已经跳起来吼，安尼啦，即、這个出相嘛嘛，啊都。都受不了的，他冻得死啊！做个板松鼠啊，他板松鼠，伊发现讲啊烧气对不对？啊烧气了后，有一日个当中呢，伊个师傅经过厝里一尾摆，伊迄个人要倒转来，我找无迄个肉体啊！啊找无迄个肉体当中就变成啊，哇！在迄个上房个内底当中，当天我下声要抓到白发叫叫天下发地就对了，柜内面的迄个呐。哦，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书如今啦，赢到伊死啊，对啦。啊，即、这个相书的当中呢，即、这个空中啊，有一个朋友啊，啊，即个名字有一个故事啦吼，我讲伊这个人名，那哦安尼吼，迄、哦那个凭借即间的啊，即、这个空中，伊这个跟咱去拜见，叫伊这个空中的一个朋友啦吼，同修的一个朋友。把这情形讲我听，阿妈伊在伊这个个这个小叔讲个，我见我见人吼，还迄个输迄个想法，我阿哩用人最，我阿用仓库吼，我、啊、准备一下吼，安尼个，啊是伊个来变个高手大家，啊准备仓库吼，啊准备仓库个，哎呀安尼啦，啊就等到迄半暝。不一样，啊！伊这个方向都偏心的，不过我爱啊，啊，我叫我靠，我啊，我后边我要退，我要退，然后伊要叫伊，但伊要收伊啊，要甲伊，哦。